我们有看到 S 的立方像，有看到 S 的平方，有 S 的一次方，还有 S 的零次方。好，先看一下 S 的立方的系数有哪些。S 的立方系数就是 AS 这项乘 S 平方会有 S 立方，好，就 A 的系数，然后 C 乘上 D 括弧 D 项也会有 S 立方，所以 A 加 C， 因为左边没有 S 的立方 ，A 加 C 应该是零。好 ，S 的立方 是对应这个 A 加 C 等于零。好，然后平方项的系数4A 加 B。好，先写4a加 b。好，然后平方项的系数这边有2c 加 d， 后面也有。好，再看一次方的系数，也是一样，它乘以常数项4a 加 4b。好，先写4a 加 4b。4a 加上 4b， 好，一次方的系数这边有 c， 后面没有。平方项的系数应该对应到1，不是0，这边应该写1。好，然后常数项的系数应该对应到2，好，常数项的系数这边有 4b。然后这边有 2c 加 b， 好，常数项对应到2，因为这边是 s 平方加2。好，再做一点解 ABCD 的这个讨论。好，我从这里啊，我就把 a 当作负 c。 好，A 当作负 c 的话，这三个会变成，好，负 4c 加 b 加 2c 加 d 等于 1， 再来负 4c 加 4b。 好，然后再加上 c 等于0。好，这里就是再写一遍的 4b 加 2c 加 d 等于2。好，再整理一遍。好，这个就变成 b 减 2c 加 d 等于1。好，然后负 4c 加 4b， 负 3c 好了，重来。好，四个 b 减掉三个 c 等于零。好，然后四个 b 加上两个 c 加上 d 位等于二。好，然后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，c 可以换成3/4 b。好，这样换好了。好，所以分到 c 就换，好，减掉3/8 的 b， 然后再加上 d 等于1。好，第三个方程式也是一样，四个 b 加上3/8的 b， 然后加上 d。等于二，好，再整理一下，所以又可以变成负的3/5的 b 加 d 等于一。好，另外3/20的 b 加 d 等于二。好，然后上面的减掉底下的，好，我这个编号为 a， 这编号为 b。那我们说 b 减 a， 好，
一减掉 a 的话，就变成三分之二十五 b 等于一，所以 b 的话是二十五分之三 ，b 的话是二十五分之三。好，然后好，再来就是 c 也可以知道的哈，然后 c 是三分之四 b。所以 c 的话就是二十五分之四。好，然后 a 是负 c， 好，所以 a 也可以写成负的二十五分之四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是 d， 好，这边找一下 d。d 的话可以写成二减掉三分之二十倍的 b， 所以就是二减掉三分之二十乘上二十五分之三。好，所以这个的话又可以整理成二减掉五分之四 ，b 是二十五分之三，没错。三消掉了五分之四，没错，所以这个的话就是五分之六。好，诶 ，d 也算出来了 ，d 的话就是五分之六。OK， 好，故我们做这个反转换找 y 的时候，现在可以把问题变成简单的部分分式。再回到前面这一页，好，s 平方加一，的这个 a s 加 b， 好 ，a 的话是负的二十五分之四 ，a s 加 b，b 的话是二十五分之三，好。然后第二项的话是 s 加 c 加二分之 c 的话是二十五分之四。好，然后再加上 s 加二的平方分之 d 的话是五分之六。好，那又可以单独。对，我把二十五分之负的二十五分之四提到外面来。好，第一项拆成两部分的反转换，有一部分是 s 平方加一分之 s， 还有一部分是提出二十五分之三之后，针对里面的 s 平方加一分之一做拉式反转换。好，第三项的话是。提出二十五分之四之后，单独对 s 加二的导数做反转换。好，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提出五分之六之后，单独对 s 加二的平方分之一做反转换。好，那这个反转换的结果就是负的。二十五分之四乘上第一项的反转换要记，我后面会证明是 cosine t。好，第二项的反转换它是这边是三。好，这个要乘上 sin t。好，第三项的反转换呢，二十五分之四。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。好，最后一项的反转换，我们想要用那个 convolution 定理解看看。好，五分之六。好，convolution 定理告诉我说，这是一个零到 t 的积分。然后，我先把 convolution 定理写在旁边。好 ，convolution 定理说，
两个函数相乘的拉式反转换会是什么呢？会是一个0到 t 的积分，积分函数是 f over tau g over t 减 tau， 然后对 tau 变数做 integration。 好，那我现在就是把 f 跟 g 分别当作 s 加2的导数。好，那 s 加2它的拉式反转换这边有讨论过了，就是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，那个 t 要换成 tau， 然后另外一个要换成 t 减掉 tau。 好，然后对 tau 变数做 integration。 好，那我们单独对这一项做讨论。好，这一项的这个这里的哈，主要是这里这项的那个指数函数的部分呢、啊，这里可以把它拆开变成 exponential 负二 t 次方乘以 exponential 的二 tau 次方。好，然后积分的结果就变成外面可以提出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，那里面的话就是 exponential 负二 tau 次方乘上 exponential 的正二 tau 次方。然后对 tau 变数做 integration， 所以又可以把它改写成 exponential 负二 t 次方乘上零到 t 的积分，然后对 tau 变数做 integration。那这应该是一个 tau， 但是要带上下限，所以 t 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。好，做一点整理。所以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找到了，它是负的二十五分之四乘上 cos t 加上二十五分之三乘上 sin t， 然后再加上二十五分之四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，在最后一个是五分之六乘上 t再乘上 exponential 的负二 t 次方，这个是我们的答案。好，那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用传统的解法去解它。好，那先到这里。